不得设定上限。最高检察署拜会检察总长江桂民，国民党团质疑总统府国安会与华航大龙头包括陈菊、李大为与谢世谦在 CN 案中涉嫌球员兼裁判，让侦办中的案子提前设下停损点。华航的谢世谦，分别是国安会的李大为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，在这个事件里面发现角色都不见了。那总统跟总统府的放话，一开始就把他第一个把他定义把他扭曲，第二个把他范围啊给他限缩，也就是说不要去拜到华航的最高层，不要拜到国安会的最高层，不要拜到总统最高层。你连近代司法调查都不愿意说出来吗？你在下指导棋吗？你在设停损点吗？管这些人物的这个首长陈菊，你不需要出来讲话吗？怎么会是总统帮总统府秘书长出来挡子弹挡三次呢？到底有什么隐情？上万条私烟利用出访机会闯关，却被总统府形容成超买全国华人。总统府一周三度改口，最后才坦承就是违法走私。世卫室也大换血，世卫长改由宪兵指挥部指挥官钟树铭接任，但总统府真正的大长官陈菊却直到如今，除了透过脸书扬言提告之外，对管理问题完全没交代。侦办的时候不可以设定上限，必须没有底线的。全力侦办，人民吃苦，权贵是吃苦。一方面喊改革，但是一方面却是全面的绿化了华航。CN 案不断妄上燃烧，能不能办上去，全国瞩目。记者林佳慧、王志文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